这是电缸啊。嗯，油缸你不是还在那里弄住吗？不用不用，这是电缸。好，来，再看一下怎么回事。哦，哦，一包两包，两个，三包。这个是我女儿这个。这个盒，这个袋子装有三包啊、哦。嗯。纸袋里面。这什么东西？我不懂哦，这个。不懂啊。嗯。打开看一下呗啊。嗯。这是电缸啊。嗯，油缸你不是还在那里弄住吗？不用不用。这是电缸。好，来，再看一下怎么回事。哦。哦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